有些人天生高傲，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在人前卖弄自己的本事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人。生肖马，属马人有发家致富的倾向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非常热情，但一旦遭受挫折，他们的热情也会立刻消退，产生绝望和灰心失望的情绪。根据统计，受到挫折后放弃努力消失无踪的人群中，属马人占了很大的比例。由于属马人具有短暂的热心和极端地心灰意懒特性，因此他们不适合从事长期固定的办公室工作，应该从事能发挥特性较自由自在的工作。属马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和聪明才智，能够全面考虑事情。他们性格开朗随和，多才多艺，自尊心也比较强。属马人在3月22号开始得到沈殿官德国贵人吉星的庇护，平吉好运，有望告别之前生活艰辛的阶段，财神和好运星同时降临，金银财宝和好消息频繁出现，一切都顺心如意。此外，属马人在工作中也有难得的机会，只要努力向上，就有机会踏上成功之路，未来财运大涨，人生得到丰盈，财富、幸福、吉祥等好运降临，人人都羡慕他。生肖马的朋友，三月份偏财能力增强，生活中处处带来惊喜，财富进账很多，积蓄瞬间翻倍，富贵近在眼前，必定能够赚得百万产业，收入暴涨。3月22日不仅有机会告别之前发财的路总是不顺的状况，而且家人也会平平安安，无灾无难。另外，属马人的桃花运也会好转。生肖猪，生肖猪的朋友需要保持人脉，这样才能为自己带来帮助。三月猪年的人需要好好抓住机会，如果能够抓住机会，之前的损失也可以一起赚回来。生肖猪的人非常幸运，进入天德吉星的庇佑，每到天德时刻，遇事贵人相助，福源心令，平安顺遂。正是因为有三合贵人协助，运势一路飘红。生肖猪的人为人圆润，朋友多，事业和工作方面得到朋友贵人指点迷津。3月22日财运爆发，横财不断，咸鱼大翻身，将会越来越有钱。生肖猪财运红红火火，连连不断的好运都在你身上，有横财加身，有福享有钱花，钞票满兜，存款暴增。猪年出生的朋友是极其忠诚的人，他们明辨善恶，他人遇难的时候会出手相帮，是大好人一个。因为属猪人极重情义，在朋友中拥有很好的评价，因此一生可以得缘广度，事业成功。上半年对属猪人而言并不是十分的圆满，因为霉运的影响，工作的艰难许多，还会继续受奸邪小人。生肖鼠，属猪的朋友需要注重人脉关系，这样才能得到帮助。三月对属猪人来说是个抓住机会的好时机，如果能够把握机会，之前的损失也有机会收回来。生肖猪的人运势很不错，受到天德吉星的庇佑，遇事贵人会帮助自己，生活平顺安泰，加上三合贵人的协助，事业和工作方面得到朋友和贵人的指点。3月22日财运亮起红灯，横财不断，咸鱼翻身，越来越有钱，财运亮红灯，好运接连不断，有横财加持，享受丰富的生活，钞票满满，存款暴增。猪年出生的朋友是极其忠实的人，明辨是非，遇到朋友遇难时会出手相助，是个大好人。由于属猪人极重情义，受到朋友的好评价，事业可以得到广泛帮助。
上半年对属猪人而言并不十分圆满，受到霉运影响，工作相对困难，还会遭遇奸险小人的侵扰，过得比较辛苦。好在3月22日开始，属猪人的运势会得到改善，未来必定会前缘广进，事业成功。生肖猪的人内心较为柔软，在金钱方面比较大方，当遇到困难时，他们愿意帮助你解决困境，不会袖手旁观。属猪人慷慨付出，别人也愿意回馈他们的善意，成为他们的保护伞。3月22日是事业上的收获时机，但也需要注意日常开销，避免财务上的压力，属鼠的侵扰，过得相对性比较艰辛。但是从3月22日开始，属猪人的运势会一改霉运，不断上升，将来受老天爷的垂顾，必定财源广进，事业成功。生肖猪的人内心都比较柔软，通常在金钱上比较大方，当你遇到困难，无处安身，两袋清空之时，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困境，不会不管不顾。属猪人有一颗慷慨付出的心，因而别人也愿意回报如此的善待，成为他的保护伞。3月22日事业上收获机会，他们需要注意的是日常开支问题，这样会造成经济上的压力。猪年生的女生聪明才智一般不会说在口上，她们总是做出令人想不到的事情，特别是在做事情上，她们不仅踏实，鬼点子很多。如果你有幸获得一颗属相猪的女生，那你一定要珍惜了，因为她们必定是公司的顶梁柱，她们会为了工作很努力，而且很创新的人，有敏锐的直觉，对许多事情都凭感觉做出决定，他们在必须做的事情上不会退缩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十分负责任，注重家庭，因此家庭幸福是注定的，他们的人生充满吉兆，总是能够邂逅好运，收获惊喜。大牛们勤俭节约，热情如火，风度翩翩，仪表堂堂，他们从始至终都性情好强，不服输，即使在创业路上遇到艰难困境，工作非常辛苦，他们也能够扭转乾坤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收入高，财运旺盛，男女皆然，都会在晚年拥有丰富的财富，未来每一天都能够轻松赚钱，腰缠万贯，事业成功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子女个个有出息。2023年以后，属牛的八字命理五行相生，财运有所提高，比起以前更加富裕，除去生活和社交开支，还会有相当不错的存款，从此好日子开始了。属牛的人做事不张扬，讲究实在，但每一件事情都十分周全，能够提前做好准备，不易上当受骗，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，不易被他人引诱或左右，奸险小人远离他们，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任何好处。3月23日运势提前回升，好运降临，钱财不断进账，生活平稳顺遂，事业发展顺利，喜上眉梢。从3月开始，属牛的人事业上会有大发展，尽管在2023年时，他们可能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，遇到很多麻烦和困难，但这种境况只是暂时的。请记住，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挑战，只要保持信念，坚定地迎难而上，并保持冷静和稳定的心态，他们就能够在3月23日得到贵人相助，克服所有困难，取得惊人的成就。